呀！冇事啊嘛，起翻身啦，跌低唔紧要，最紧要起翻身，一齐练歌。我系曾以婷，系香港空手道运动员。我是六岁开始接触空手道的，现在绝对十分爱，十九年玩了。我的运动生涯我都曾经有因为输而跌倒过，但是我的人生里面我都觉得曾经跌倒过是因为我的白色。起翻起身，重新来过，面对过。两三岁的时候，家人发现我有白色。有一次带我去沙滩，跟住去完沙滩回咗屋企，过咗一两日，突然之间背脊后面有一笪好细笪的白色嘢，唔系遗传。本身其实身体是少了一种色素嘅，制造不到黑色素。脚面啊、手啊、手面啊，咁而块面呢啲位咧，就系呢个纯粹外观。不会影响到我的身体啊，不开心，因为介意人哋目光。哇、哦，你呢啲系咪会传染噶？你唔好掂我喎，咁样咯。嗰阵我记得搭地铁的时候，有时会穿啲凉鞋咁样，咁就望住我只脚，咁我就系会缩下缩下咁样。可能最介意的时候，我都有一段时间净系着波鞋出街，但系爹哋系会话你咪当佢系一幅地图咯。我條海啊！我覺得呢度之前咧，其實係似中國嘅一幅地圖嘅。醫生又有唔建議我經常曬陽光，佢會令到啲白色加速佢越嚟越多咯。面開始有啲唔開心嘅，一開頭真係。如果我唔係有白色，我諗我都十分中意陽光嘅。其實，我覺得白色對於我嚟講係一幅畫。是一幅畫在我身上一世的畫，每一次多了個感覺都不同。我不會覺得自己外表漂亮，但我覺得我自己的活潑開朗的性格是感染到人，我覺得這個是漂亮，是我的漂亮。我喜歡現在的我，有白色的我才是我，是特別的。